换纪念品哦，就上车的这个我们专车的贵宾的话，待会列车开动之后呢，你可以找各车的工作人员去兑换我们今天的纪念品哦。好，请大家注意哦，我们待会准备要开车哦，待会准备要开车，请大家先坐好哈，请大家先坐好，尤其是小朋友哈，如果有追星的小朋友要先坐好啊。好酷哦。要给他全开车，等一下没列车。